研究室甲加个世界闻名的法官底有两个，一个是科学研究室，一个是加个。阮青年立志出研究室就要入加个，出加个就要入研究室，这才是人生上高尚优美的生活。为这两位发生的闻名，这是真闻名，这是有生命、有价值的闻名。各位同胞，即马全国民众都已经开始行动啊！叫你怎？上海甲天津已经全面实行学生罢课、工人罢工、商人罢市，上海真侪商户嘛打出告示，含泪停业去救被掠去的学生，不定国产，誓不开市。就伫即马，北京学联组织的请愿团已经到总统府，咱提出的要求有三点：第一点，顶办美国产；第二点，青岛不签字；第三点，绝对不承认欧金元是北大的校长，而且立志，伊唔答应，咱唔解散。严定美国产，平反青岛，平反自由，严定美国产，平反青岛。北洋政府残酷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暴行，引起人民群众真大的愤慨。六月顶旬起，北京数十间学校的几落万师生，行向街仔路，举行大规模的示威和演讲活动。工人、市民、生理人等各社会阶层，拢举行罢工、罢市、声援学生运动。上海、天津、济南、武汉、广州这些所在，也爆发大规模的罢课、罢工和罢市的活动。五四运动快速摊开，亲像一座又一座的火山，在全国各地爆发。钱总理到，歹势，让两位等，真好紧急。大总统阁有一挂公务还未处理完，就叫我先过来，请坐。情况有变化，北京的情况两位拢知影，我都唔讲啊，先讲上海。今日下晡，上海出现罢工、罢课、罢市的三罢。上海各界在林浦路开一间西饭店，召开临时会议，成立上海商学工部各界联合会，并通电全国，表示美国才存在一日，工商学界得罢业一日，绝对袂反悔。除了上海以外，全国十几个城市，阁有欧洲的巴黎、日本东京，嘛拢出现大规模的抗议政府活动。干阿今日一天，总统府甲国务院就收到抗议电文三百外份，以前拢无发生过。更加要紧的是，南方政府嘛有动作，就坐来收买民心，大动作攻击咱政府，甚至一挂外国银行甲商社，嘛要求咱赶紧控制局势，保护外商的利益。今仔日北京的教育界已经完全失控。前一阵啊，拄开始有起色的局面，忽然间传播消息，今仔日差不多所有的学校拢上街啊。中心店出现工人游行啊。工人起来，毋是小看代志。即马这个局面要无法度收煞。拄只断水，大总统啊，佮我做伙紧急参详，一直认为当务之急是必须控制局势，想尽一切办法，甲学生安顿好势。事到如今，佮有甚物好办法？办法是有诶，叫恁两位来，就是要讲办法诶。毋过这个办法必须靠恁两位去实行，请总理分析。断水认为，目前是甲南方政府谈判期间，学生抗议的代志已经成为南方政府攻击咱的一个理由。咱袂当因小失大，然后甲头前甲后壁拢乱去。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，让北京稳落来。是安怎？老段的人事啊，这无生意的风格啊！这毋是人事，
这是计划，是策略。好啊，莫讲废话啦，到底有啥物招，赶紧讲啊！大总统令，缅调部军统领王怀庆，警备司令段志贵的职务，所有步兵、宪兵等一律撤离。京城社会治安交予京师警察厅负责。处领，徐世昌是要予学生好落台啊！我就讲嘛，为什么干那我一个在领命？原来这过无几工，就甲迄两位开除啊！啊，哎，小等下，军人退走啊，遐尼侪学生，干那警察敢管得来啊？吴总监，你若是有啥物不满，请向恁的大帅段基随去讲。我只是奉命传达，若是你明仔载阁有啥物来开会，就赶紧去执行任务。我无啥物不满啊，我只是想要讲，部队退走，宪兵退走。警察跟老爹们是要创啥？以此特殊，等待撤离命令。好，好。吴总长，你赶紧甲各校校长协商警察撤离了后的生活办法。政府的一个条件，学生马上复课。只要放走学生，我会来去协调。但是政府必须保证，军警袂用再过问学生的代志。学校的代志，警察若管，就会出代志。你是讲我愿意管这无聊代志是吗？就是你管理不严，才有一群文人煽动学生在闹代志啦。那不是安尼，我管了真舒适啦。好啊，差敢无路用啊！吴总监，因两人的免职命令，就交予你去判断。哦。哎，小等下，这是你的代志，为什么叫我去啊？这是段帅甲大总统的指令，你家己斟酌啦。我去啦。吴总监，我嘛要去进行我的工作啊。中华民国大总统令一，积极解除对全体被捕学生的关押。二，警察无条件专员撤出北河沿以马神庙。三，治安交由教育部负责。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，开始。这是什么情形啦？各位同学，各位同学，恁哦一定爱冷静，有啥物代志会当出来慢慢啊讲嘛。阮全体学生经过集体讨论，已经决议，决不出噶，决不出啦，决不出啦，决不出啦。各位同学，安静一下啦。这是北京学生联合会。拄则向全国发出通电电文，我奉命定要宣统，政府自威离去，学生无端被拘，绝不能自行散去。即摆军警蹂躏教育，破坏书法，侵犯人权，要记领导良处优容，何以为国？何以为国？全部出来！何以为国？全部出来！你讲啦，恁到底要安怎，才会当我让同学出来啦？你讲有较具体哩，我通回去吼。向丁氏请示啊！下面美国在周主任、周忠雄、刘忠武。好，无问题。我即马随登去向丁氏请示。哦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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